多打一下吧。对，我可以多打的，我打。对，我这个都可以交蠢，现在蠢剑没啥用，我直接交蠢吧，一起过去。OK。他们漏了，来，要不这里打他一套？我没技能，可能要等一下。啊，有眼算了，有眼走吧，可以了。你们没亏经验就行。我点 Q 了。Okay、阿伟抢得过他的线吗？中路不好抢，他这样他先上剑，速推推到我想守红的，他赵信很有可能会去我上半区反野。我能刷，对，把他逼走，不要让他吃经验，卡住我卡他位置。可以，我来卡，自己红是吧？ Okay, 对，自己红，这里放眼了，吃个眼位，美滋滋啊，这舒服呀、啊，那很舒服啊。是呀、啊，下半区也点亮了，红里面还有个眼位。那我打野现在整在这边是吧？是的，哦，他还是要路，赵信要靠了，要靠我红，没事，我先不打。他交闪，七飞好像杀的。赵信漏了吗？我怎么没看到、啊？没漏，我五人是在上角给了个眼，我以为五人直接来我红了，哦，然后他没来，应该是做了个眼位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他漏了。那我们的血量不是很健康。赵信这波只能直接去下，我马上拿完红就往下吧。那我们小心点，只能去下。铁男也是往下靠的，对他只能去下。OK， 我能走。他们牛头没闪，我这波要看自己红了，哦，自己蓝 buff 了，有可能阿伟。好的，我先打他一套吧，打他一套。吃到经验了 ，W，OK，、okay, 舒服，美滋滋，可以，对，我们这中野这样玩就，哎，就这种玩，就这种我就有味道了，你也很爽。我们先动了这波 ，OK， 我在靠。我们那个牛头没闪现，他们中单在这里啊。没事，我的，知道了。不打，没必要打，没必要打，我是上河蟹。不打。他们去吃河蟹了，小心点哦。OK。去了。没事，他中路没闪，他现在不敢就是那样子玩了。对，挺好的。少个印记也无所谓，这个兵清掉。来，我在，赵信也在。不行，可以打，兄弟，他赵信没红 buff， 没战斗力的。我还有一，我撸他一套去。下路应该回了 ，OK， 撸一套。对，推线很舒服。再推一波吧，沙利一起推。对，一起推。我想回，对。我感觉我们这组合这样玩就很爽。我家里要你随便吃，是一种随便吃。我能。你得来，阿伟得来。我来。哎，我们走。牛头，走。我有 Q。走。没事，不亏。走，不亏的，我少吃个河蟹就行。一波线还行。可以，很赚。可以。他们这是硬爆啊！我靠。我逼了 T 款。这波出来我有机会动。这有那味了，可以的。可以，很舒服。我这波晴天放线，这波维恩有说法，我可以绕他河蟹的。线应该是过去的。我看能不能打了个技能啥的。他这里肯定没放眼位，眼位在三角。中路回家了，对面中路毙了。赵信的，赵信上。哎，我在赶，怎么说？没事，能吗？靠位置，我在赶。我也在。对，我在赶，追，靠位置。这里，这个交闪，跟。Nice！ 先帮我推一下，好好，我去，好，我去帮你推，没问题，哎，美滋滋，哎，阿伟真他妈就得这么玩，我们这两个英雄，我靠，对，就牛头感觉可能想到牛头不在，就是跟潘森死哥是一个味儿吧，就这种就是潘森死哥这种玩法吧，我感觉牛头在我这边看到了。就这样我也能一直动，你知道吧？阿伟，直接来上，真的。OK， 你想有直接来上，这个线会往我们这边推的，真的。晴天在哦，晴天线 OK， 可以看。可以，这个线不用管的。这波他真要死。哎，这个线不好抓吗？不好抓吧？好，把他推回来吧。别，晴阿伟直接来。我太远了呀，你看位置啊，我很远。我在看，没事。整他一波再说，我很远，他们有可能要动下路小。OK， 没眼，晴天，能推回来吗？来，你别过来，我交闪拿开了，快走。OK， 我操，赵信在下 ，OK， 我走了，赵信残血，怎么说你有技能吗？有技能，滑板鞋没闪，我们下路可能会被越，我再改，好，nice。
OK。赵信应该在，赵信没闪，赵信没闪，赵信没闪。OK， nice。哦，没有，铁男没去，铁男没去，他赵信没闪。哎呦，他那个 Q 为什么消失不了啊？好像不消失你也打不过啊。我感觉不消失你应该也打不过，差一点点伤害。还有那个我打得过，我有真推线推线推线，我要去吃上河蟹了。推吧推吧，我走了。W 差一点点，不然我击飞了你就把他杀了。嗯，还可以。我说我们这两个挺能超能打的，我操。对啊，我们这两个打架贼猛。那每次打的是打三个。对，都能操作的。是的，可以啊。ID 没刷了，但他 ID 这波六的，他的维恩好像还可以。我来吃，他炮手都不敢吃，这他都不敢开你，对他不敢打了，他压力很大。我一秒，维恩这波没闪没大。你多久六啊？我小半管。可以推。他打我有点，他打我有点疼啊，他这个打我很疼。他发育还行的，你没有买。我操！不行不行，我得回一下，我得回一下。这两个兵救不了，我操，打我好疼。赵信，赵信还是没来上，赵信还在下，赵信还在下。好的，那上半区我再反，没人。OK， 再走一点，感觉可以拿先锋啊，拿先锋，拿先锋，拿先锋。这波走人拉开，我觉得还能打，不用拉开。他有那个，我打没事，他动不了。OK， 走，不等技能 CD， 等技能 CD。OK， 牛头没闪，我下手的。两个兵近战兵六级，我技能六秒，我六。哦，可惜。我想预判他。你 W 几秒？几秒？五秒。他们不敢打了，他们不敢打了。OK。他们打完小龙了。对。这波看看有。他被打了，他被打了。别，暂时别，赵信。啊。AD 没。看他压不压，压你我就出来。顶他，打他一套。只能打一套，只能打一套。卖我。我怕他拉我。对，只能消耗一下，只能消耗一下。没事没事，我可以拖阿伟，没事。我有大招，什么情况现在？你看着就行。哇，nice， 牛逼，nice， 可以。他们赵信是在下的，没气。OK， 看到了。哎呦我操！OK， 舒服，这么把他杀死就很舒服。我靠，我们每一波都打三个。可以，你们下都 OK 的。说实话，刚刚我那个闪现不乱用的话，这波好像打三个。川哥，你就是说、下次这种你要最好跟我说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就是说你想闪现开的时候，你要跟我说。OK。你小心点，我视野漏了的。OK。我想去把视野做一下。点个真。推他线，阿伟，你就装我后面，我在，就这么简单，装我在，明白吧？他刚。打你交闪没啊？没交，没交。OK。我想看上河蟹的。冷退，这波对，这波就装就完事了。这波是有限的。哇，赵信也挺肥。算了，维恩先到的，算了，没事。机会不好。赵信再上，再打上河蟹。OK 的。我这波有可能要上。OK。把铁皮的线放出来，喂，放他，放线是吧 ？OK， 放线。来十，还可以越啊，把兵推进去还可以越。他六了，等他补这个吧，等他补远程兵，我操 ，nice， 我靠，巨爽，开他 ，OK， 打个闪，很舒服，可以，下一波他没闪没大的，那我换点火了呀。你这波把线压了，其实可以靠不上的。哎 ，OK， 这波，等等，有个隐患。五秒 W， 哎，可以。哎，能来吗？能，再敢呢？你们有15秒的时间。能杀吧？应该能杀。我也中了，你杀，我也大，我大你，可以打。可以打。牛头，对，牛头要到了。对，能对，可以打，能杀。没闪，赵信没闪，赵信，走，我陪你推，牛头在附近的，牛头在这，给眼了，隔墙给眼了，对，推吧，
我看维恩去了。维恩看到我标了，直接逃了。我回来。这波飞侠，你小心牛头啊！我在上路做一下视野就回来。那个牛头会在下这波。嗯， okay. 应该往下都回去了。这里有人放了个针眼。维恩的，维恩的，维恩的针眼。OK。他们越不了。我想越呀、啊。下路别可以把他推出来吧。他越不了。他来越你。动不动，动不动。我操，败了！我把 TP 交冲了，兄弟，没听到了。应该没事吧？你能扛吗？我在赶，我在赶，下路我在赶。再赶，再赶，吸血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跟他换了吧？能杀吗？能杀，能杀，能杀。这个、漂亮。换了就行。有点稳。赵信没大。哎，完了完了，失误了这波。我这里能杀吗？帅。你能帅。哇、哦！你没闪现操作我了。赵信没闪，赵信没闪。坏了！我靠！哎，他这波，他直接走我脸的话，我就有点没办法了。他如果直接二连的话，我能闪现躲。主要是我刚好被睁眼看到了，我在上路这里被睁眼看到了，所以他们越你。我的我的，我不该踢中的，我当时有踢的，没看你们下路。OK OK， 我这波去中路补波线。他们牛头没闪。他们 AD 也交闪了。对，牛头没闪，牛头没闪。OK， 牛头也没闪，牛头也没闪。牛头跑了吗？最后杀了，杀了，杀了，他杀叫闪了，杀了，杀了。小龙要看，嗯，赵信在我这、哎，我们能看你这儿，我能靠，但我他看着我过来的，我也被看到了，不过没关系，赵信没闪现，没事，我的印记能看吗？可以看，我觉得可以打的，我们现在打架很厉害。OK， 是个印记。OK， 再看小龙，走走走，我去我去我去，只能我去了，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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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可以直接看小龙，嗯，直接打，直接开龙就可以了。我大招三十秒，你们标全部给你们吃。我操！有扫吗？这里有一颗眼。我没有二十。先锋我们也要的，集中吗？飞侠，二十秒，二十秒，可以要，可以要。先锋要刷了，我大招。相信先锋团没大，我大招十秒，我大招十秒。要走一起，这波没啥眼，他们都密室了呀。这波我，哎，阿伟逮走。好，都在下。可以打这先锋，他们在下。我直接打，我直接打，你们压中就行了，他上路没人的。不好压这人。对。就推个线就行了。嗯，推线吧。推个线，我要去吃先锋的魂。全在下，全在下，全在下。嗯，全在下。可以打慢一点吗？等我到，我摸一下。哎，他们就头走了。OK。要不直接？哦，不行。中塔不好，不好压。这波我觉得我们还是得压维恩，这里有个针眼。嗯。应该是维恩上一波丢的。我再中塔下接线吧。把他压走吧，直接把这上一塔给他先拆了。这中路感觉，中路我们回，你先回辅助先回。啊，我得回。对对对，距离要走几秒钟。哎，他们可能去找你们。OK， 看到位置了。哎，这卡里斯塔。距离够，距离够，距离。今天我再干。负责这吗？负责这吗？在这里，负责这吗？在这里。我拆塔。可以，拆塔，先拆塔。距离够，距离够。哦，对，走吧，走吧。四个在中，四个在中。能走就走，对，能走就走，能走那我就。能走，能走吗？能走没事，我们无所谓的。OK OK， 除非越我们。能走我就不来了。我距离够了，距离够了，他们不会越吧？铁皮上来了，铁皮都上来了，不会越中的。我去带线了，我去带线了。去吧，去吧。我去带下路线了。哦，他们开了中路。我们可以看，看一下。再靠，再靠，再靠，有点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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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赶，再赶。距离不够，距离不够，距离不够。我卖一波，你们收吧，你们收。距离不够，距离不够，距离不够，距离够了，距离够了，距离够了。赵信，赵信，给你个治疗，给你个治疗。一下。有伤了，铁狼交闪了。我开大了，兄弟们。这个不好打，好像。看一下二位。看我，看我，看我。AD 吸住 ，AD 吸住 ，AD 吸住 ，Nic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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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可以打得过。这博尔维斯他捡魂，扎了一下，很痛的呀。我那个大招是真实伤害，
也打得过吗？还以为打不过。妈的，阿伟，我发现你每次以为沙利斯打不了吧，打不了吧，这个打不了吧。因为我在看，我感觉好像是打不了了。我沙利斯他开大了，我操！我也永发，我也永发。没事，不管他，我们拆塔，主要是拆塔。我他妈也不是围出来几十滴血，在他们上个的脸上，他们没看到我。妈了，这个算了，走吧。这个走吧。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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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。没事，我能走，你们先走。走啊，走啊。走啊走啊，我也能走，我也能走啊。哦，七滴血，来了。回家买装备。我这波好像没啥事儿。对，没资源了。我把那个卖了。我把表，我把表卖了，我看。这个。嗯，铁皮在下。这波我感觉可以踢。阿伟踢吧，有说法吗？哎，小心，小心！直接踢，坐双人路先靠，坐他。双人路先靠，我们也能到。死了！哎，看一下，有助攻可以，留，对对对，留，打个闪。哎，铁皮，打了个大，能控吗？我在。两秒，一秒，没塔的可以追，可以追，可以追。算了，这个完了，兄弟们，我嘎了。他交大了吗？交了，可以包一下吗？我们哇，大可以靠，可以大招差两秒，就我们两个。这边，我觉得别急啊，这波慢慢打，看 AD 啊。有伤了，有说法的这波。哦，我没信了，控制有点小多。哦 ，nice， 没事，连破来了，连破来了，好像能打，好像能打。能打，对，哇，nice， 还能打吗？我到了，今天我到了，我没血了，还行，走，能杀，好一，好 Q， 还是吧，我感觉，哎呦，我不行了，我得走了，连波能打，我走了，我也不行了，走了，我也来了，打嗨了。走了，回家。对，准备小龙。对，小龙 OK。稳一手，感觉杀上头了。来个恶魔之拥吧。小龙，感觉得去个人，这下一塔能不能拆点亮他呀？我去点吧，大龙还有30秒。我来保你也可以。点了吧，这个塔。可以过去做事。我们俩先来。阿伟就稍微看一下就行。我再看。铁皮一个人。哎，他这个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没事，我们拆塔。哎，看我，我不会死的。能打。救我，杀他，打他。对。OK， 交给你们。那是。我操，这么疼！要不逼了靠大龙不？可以，等阿伟出来吧。我觉得我们可以逼团。嗯。是可以逼团。做好视野，等他们过来就行。哎！看干嘛？还可以。直接乱吧，我觉得大龙我们做好视野，直接乱了就行，打很快。实在他们来人，我们打人也可以。来人打人。对，来人打人也能赢。对，开人是最好的，他们伤害有伤害的，他们的。直接打吗？路人在下。我们先到位先。牛头再到位置，看见没有？嗯、看到了。交贴了。可以把牛头包了呀。对，可以把牛头包了，先抓牛头。啊、这边 AD 在这儿的。有机会。哦，可以、啊。牛头包了。先杀了。那个飞侠你小心，我不去了，我看飞侠。OK， 他死了，牛头死了，死了就可以低了，这里还有机会，来吧。哎，低了，我们俩走。铁男没大的，铁男没大，不用怕的，不用怕的。我也还有大，哎，可以留，这个能留。交闪了，开龙。来人打人啊！你们得出去， okay, okay, 不要阿伟在外面。我在外面。阿伟和辅助，你们俩在外面，你们俩带控制，顶他们。赵鑫没闪。我怕铁男闪现关我。先打人吧。他
他关我了，先打人，杀人，你们杀道信，杀道信。今天看这边。威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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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威严没闪。OK， 这边能杀吗？我杀，我杀，我杀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哇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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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他们应该打不了吧？他们俩这什么意思啊？我 build 踢出来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要摁吧？我 build 踢出来 ，build 踢出来 ，build 踢出来。我买水银，我买水银了，买水银了。感觉他们真能打呀，得上了，感觉得牛头来了，不好说。没事，别急，可以打。哎，其实真可以，拉开。我操，拉不开，上早了，拉不开，拉不开。哇，他们好像真能打大龙啊！我操，嗯，真能打，打大龙怎么不掉血啊？现在。他们在等人复活。对啊，这个温恩管不了，这个温恩我操乱风筝，我没有，主要是那个铁男他下来把打野关了，有点没办法。是的，无解，我靠，他关你的话，我们这边我们应该就得等出来再打吧。原来那个龙当时就2000血了，就怕他们把龙乱了。没事没事，我调整一下，我们还是小优的。滑板鞋14级了，有个表。滑板鞋14，他们要推上吗？我交闪，我交闪。他们滑板鞋没到。他铁男一个人物，抓他吧，他没闪的呀，兄弟们。来，我吸住了，吸住了。对，先把他抓了，先把他抓了。牛头有闪。我操！先拉，前面往后拉，往后拉。我没大，我没大，我没大，没大，没大。再干，再干，再干。我没大，没大。OK。新秒实现了。他们也没技能的，没技能的。牛头没闪。我的位置藏的还可以。十七秒大招，十七秒大招。准备小龙吧，准备小龙吧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赵信闪现跟我同步的。洛尔团战不是很好打，他们这两个射手都被太好了。对，他这个滑板鞋有点难处理。滑板鞋我吸不到他，这温我也吸不到。你不能去吸他，你吸他会风筝。对，我吸不到他，我刚才就是那波大龙就是被他温乱点，我操！等一下我，等一下我，在的。好，那先顶这边视野吧，那边看不见。我这边的也顶一个。中路线好差呀。对，中路边线不是很好。没事，他们大龙 buff 的，我们拖大龙 buff 吧，相当于。铁男没大的。给个 W， 咬一咬他们。牛头没闪，铁男没大。没事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拖他们大龙 buff， 我觉得我们不亏啊。他们大龙 buff， 两边就耗着嘛。可以，就 poke， 就 poke， 就 poke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就消耗他们吧。牛头没闪的，开不到我们，慢慢咬。我大招刚好几秒钟就好了。哎，不要急，慢点慢点，往后拉，往后拉，往后拉，我大了，我大了，往后拉。OK OK， 赵信，赵信，赵信，先打前排，打前排。赵信有表啊，老板鞋没闪，弹不过了，弹不过了，弹不过了，现在弹不过了。对，我操。我们中期有点乱，说实话，没有节奏 的应该浪了一下，浪了，是吧？中期有点中期浪了。对对对。滑板鞋没事。中路线，文渊还在摊啊，对，
我想我们团战怎么打现在？他团战现在赵信竟然一脉，我们好像管不了他们后排。好像只能看管不了晴天的大招了，只能晴天大进去。那晴天大进去，然后我大晴天。他们 AD 没闪，应该要这么打。然后我再跟技能。我搭进去，我感觉一秒会被融化的。对，我也扛不住，他们伤害太高了，我操，我也扛不住。我刚才被那个温，他装备不好，但是点我好疼啊，我。他打枪麦太快了，我们现在可能要去抓抓单什么的了。他们靠了，上路就一个铁兵。嗯。IEP 的人已经好了，一直在等你们。OK， 那我们再打一波吧，输了就点了吧。打一波吧，再打一波吧。OK， 就他一个，怎么说？就他一个，我有水银的。哎，吸住了，吸住了。没事。能打一吗？虚弱了，我操！OK， 兄弟们，团结，团结，团结了。OK。